Hello， 朋友，我是风破。我们将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 没错。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新的地图，叫做牧羊人。嘿，这是很，这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。哎，你好，作者 B。好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啊，先进入规则室。好好好。耶、先来看有什么东西吧。这是要这欢使用的 Shepherd 操作，禁止生活场景，有那个冒险模式也不会有这种问题啊。请勿离开城镇太远，对话时请不要乱跑哦。对话时不要乱跑。难度和平以外，请使用冒险模式。请勿使用铁，不要使用铁则的，请调最高。请不要点过去的是否存好。哎呦，接近村民即可。有颜色的告示牌皆可右键点击。有颜色的告示牌，所以黑色以外就可以了。身上的日记本会自动更新主线剧，还不错。毕竟是 1.8 的地图，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应该是跟现在的麦块有些差距的。这边我先做提醒。然后我也讲了，这个原本是在很之前有放在规划里面，可是我后来就种种原因，我拖到现在才开始玩这游戏啊。我先调整一下它的设定呢、这固定的嘛，这固定难度了，毛线八，最高很好，没什么事了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那我就。牧羊人，这个名字取得蛮奇妙的。嘿嘿，快起来 ！What？ 啊？什么？谁在说话？啊，是沙赫。我是哈克，一名牧羊人，从领着羊群去市镇捡毛时，遇到了麻烦事，一群盗贼团。哎呦，开始有那个了，开始有剧情，呵呵，没东西，所以我现在一贫如洗的意思吗？哎，我是，你可终于看到我了，这什么？奇异的图案，好像有生命一般。哇，玻璃瓶居然会说话，你把我摔下去了。哎，这什么奇妙设定啊？我的主人是位炼金术师，是他让我会说话的，会说话的玻璃瓶。哎，这人是女的，哎，小黎，我怎么离开这里？怎么卡在这里了？哎，这是哪里啊？牧羊犬。说我是牧羊犬呢、那是奇妙的对话。哦，我被封住了啦，我被带到这里来了。日本更新，还有，哇塞，这个东西竟然真的更新了。有，我知道更新了。我现在干嘛？窗户的阳光洒落此地。金毛三者，是金毛三者。啊，啥？啊？哈？这是什么鬼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拿瓶子，然后。啊，这该不会不能用常理去判断它吧？黑点如墨水晕染扩散，嘿，既然是放大镜原理，放大镜的方式哦，太夸张了吧？这里吗？木头香气的烟占据了嗅觉，这写的是诗情画意，太奇妙了吧？烧起来。好像没人，珍宝没人。噔噔噔噔噔。
常常出门啊，是吧？太夸张了吧？谁知道这个？嘿，被绑这边很久是吧？羊肉干，什么没有？就这种小伎俩。看我们这一位瓶子小姐，我们的瓶子小姐卡在这边不知道多久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，终于可以讲话。啥？生活中重要的人呀？那我就从里面，不，没了。我以为还有。下来，还有羊肉干、牧羊杖。哎，这是我的吗？这是我的杖吗？你就是我的。好，不多说。什么？什么？有个声音呢、啊？哦，好，你这狡兔三窟啊！天哪，超恐怖！这走起来太折腾，哇塞！我没有东西要烧啊。只是要放进去烧而已嘛，没东西烧我们屁哦，没，果然有东西，冰块，啊？冰箱里拿到的冰块。真的、哦，我的水桶，我哪来的桶子啊？搞什么鬼？我现在有了水桶之后，就你手上放这里，嘿，直接被解光光。门就开了，羊肉干，那种非常奇妙的方式在那讲，羊肉干，耶、yeah ，那个瑕疵强盗家，百年难得一见的体验，哇，这走来走去超麻烦哎。你们家真的走上去不怎么方便呢、啊。羊肉干，我觉得以后羊肉干我都这样讲。这趟我们吃牛肉干吧。那还可以正常下去吗？好像不行哎、欸。欸、我没办法从这边离开，这边用屁哦，那、啊、这边用屁哦，离不开这里啊，这里这样下去干嘛吗？羊肉干，啊好哦。他们家有这么多地方哦、啊。总算出来了，哇塞，这小小一间相堪比密室逃脱啊！先找羊，饿了，等下再吃好了。
到贼窝没人，所以逃了出来。原有被带到绿洲沙漠绿洲来，嗯哼，帮他找炼金术师，先到市集问问羊群下落。羊群下落，哎，这纸怎么跳不上去了？天上飞啊，是什么乌鸦吗？还是秃鹰？拍卖啥了？我才不关心呢。小伙子们买颗西瓜，不填免不填免钱呢、啊。What the？ 你好，请问前几天有羊群被拍卖吗？啊，才刚来。你有参加前几天的拍卖吗？现在淡季。哈哈，我的，哎、欸，哪来的客人啊？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刚烤的小丑鱼干，糟了！买了四只，还有纳尼？金发蓝眼的外地墓地少女。我觉得在这里面应该长得也跟村民一样吧。No, Jason, 羊肉干。那我看我身上在吃的就是羊肉干吧？天哪！不，我现在吃着，哈哈、啊，太难过了吧？等一下，是杂货店呢、啊。我要找居民了。不，我的羊啊，牧羊少爷哪儿？真是，哇！你们居然直接买了别人家算什么呢？知道是四处入侵民宅了。没掉，可恶！违和武器。哦，村民，跟你讲话。吟游诗人，听我唱歌不会有 buff， 这不是先插传说。柯基，哎，又打翻了。那羊是你从市集买来的吗？是啊，那可是村民好久以前吧？啊。鸡不嘎哈，嗯，两个就哦，好吧，羊啊，没，真是，还是可以跟他换东西啊。不过年纪小小的火星，那只鸟一直在天上飞。床，哦，别危言耸听，什么盗贼团？哎、欸，哎呦，帅、欸！喂，怎么鼠养？那当然是赚钱啦、啊！哈哈，你就算不让我进去，我还是跑得过来。反正都没有那种，又没有那种奇怪的措施之类的。哪里能打工赚钱？谁知道？哎，等等，好，我再从外面直接闯进来。好，这么威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
城门守卫虽然在站岗时常睡着，但是虽然看起来是个懒惰的人，但意外是他私底下很喜欢写书法。书法？哦，这个是让我获得更多资讯的东西。蛋糕，卖蛋糕的，卖糕的，卖蛋糕的，偷吃。嘿，你好，妈，甜蜜，新的一批又好了，好多蛋糕哦。守护蛋糕，我的，然后下一只还是同样的地方。哇，这个游戏真的很蛮有趣的，天哪，我没有想过会有人做这个游戏出来。哦，这个游戏比我想中的还要奇，怎么讲，总是会有人想到一些比较有另类的小游戏啊。谁知道会有这种东西呢？我就不知道有这种制作模式。我才发现我的牧羊帐上面有一个铃，哎，蛮可爱的。哎，为什么它只有在同大概只有这两条第二跟第三跑道上面有啊？而且为什么是放在这种地方啊？哎呦，有被吃掉啊！我以为不会被吃掉的。两只一次可以吗？哇！哎呦，哇，这么好，天哪！啊，一个甜蜜，原来是牧羊人，可是是我的羊群。什么？沙尘暴带来的黑暗中会有散去的一天。哇塞，一个烘焙师傅对我讲出人生哲理。天哪！有很多地方其实是蛮有趣，可以多逛逛。我想今天就先这样子了，哇！逃离了盗贼团之后，然后就开始，然后发现了这是自己家的羊被吃掉了好几只，天哪！人生惨剧莫过于此，毕竟你的赚钱工具没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赚钱输了自己的羊，真是。好了，今天这样子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